你听，噪音无时无刻的挑逗着你，那你又多久没有听过接下来的这些声音呢？这些宁静的声音来自于布琼的南部毗邻达曼伊昆的一个城镇，主要是这个占地535英亩的大型城镇只有12000人口，也就是一英亩只有22个人。这样低的人口密度创造了一个非常宁静的环境，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在这里生活。而今天我要带你来看的是位于这个美丽城镇里的一处公寓，这个公寓有920 square feet 那么宽，价钱仅从493千起。眺望整个大发展，你不会看到像布琼和达曼伊昆那样很多密密麻麻的建筑物，整个发展大蓝图都是在事前精心规划好的，所以这里的交通非常通顺，道路不会拥挤， land 的物质和公寓的数量也很均衡。535英亩是一个很大的发展，它不能够单单只有建筑物在里面，为了将环境打造得更适合人类居住，这里设有16个不同主题的花园，而每一个花园又通过 cycling track 和 jogging track 连接起来，也就是说这里有足够的设备和安全措施，让你和家人能够在这个城镇里跑步、骑脚踏车等等，促进身心健康。城镇的中间有一个7.2英亩的大型中央公园，而公园的隔壁有一个美丽和设备完善的 clubhouse， 整个地方的 feel 就很适合一家人在这里生活，非常温馨。这个城镇只有14年的历史，所以这里所有的设施都是新的，新的道路、新种植的树木、新的设备，甚至连商店的设计也非常时尚。发展商也成功引进了小学、 International School、 便利店、美食店、各大品牌等等。对你和这个城镇最大的好处就是 MRT2 开始运营了，就在你的公寓的不远处，非常非常方便。整个发展都是独立存在的，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离开这个城镇，再送儿女放学、购买日常用品、傍晚和家人一起去公园玩耍、去好一点的餐馆吃dinner等等。如果你想要离开这个城镇，这里北上布琼，东去达曼伊昆，南下全马最大的商场 IOI City Mall 都非常靠近。这里也连接了 Max Highway、 LDP 和 SKVE。 通过 Max Highway 你可以直飞大城堡、 Gucalama、 达曼德萨和 KLCC。 当然公寓本身的设计也是很有品味的，如果你想要了解公寓本身，想以500千的价位得到3房的屋子，马上点击以下连接参观示范屋吧。